伟霆，你在挑车吗？老子在考虑买这个。不要这个、啊。那种短头发。这个也可以啊。这个也不错啊。我觉得这比较值得。它可以变形呢。你可以买变，那你不要变，它就是这样就好。可以变车呢。小怪你要什么？小怪你要哪一台？这么多玩具啊！这一台啊，这一台是什么车？合金车。这个多少钱？爸爸看一下。是大姐姐。嗯。再。是回力车吧。还是回来再。是回力车吧。高咋高你啊？这个啊，你要这一种吗？小怪要这一种吗？只能挑一种啊，还是要买恐龙？嗯，不要，不要恐龙啊。那你要什么？那个我网络上的，就这两个挑，那个网络上的。还是合金车？我是觉得我比较好笑。还有 S 街一根那卡手都无去啊，对啊，对啊，那超合金变形。小怪机器人啊！小怪挑好了没？嗯，小怪机器人啊。是回力吗？不是回力吧？你快点哦！快点，要进去了。还是买一台这个？那我买一台给依依。嗯。我要这是回力的吗？对，回力的。哇，你要这一台啊？是回力的吗？我要回力。对对对对。这样。这合金的感觉还可以啊。嗯，买一台给依依玩一玩，把它打开玩一玩再。我可以啊。警察贝贝喽。那你要选这台，你不是说要画完小怪要警察贝贝吧？你不是让那个要回去玩就买就好了。好的，小乖选一台。要回家干嘛？就选只能一种。如果带身上的。对，只一个小朋友只一种。一个这样那一台。那个就先放着，我回去再买就好了。OK。嗯。挂在哪里啊？小乖买那个。他要挂在哪里啊？一个哥买红烧电的车。也是机器人啊。挂在那里啊，都可以。啊，乖乖要什么？乖乖要说他不要这个，他也没有这个。乖乖一台警察贝贝车。变形金刚。对，一个小朋友一个，一个在挑这个，啊，你挑那个吧。